妈。喂。你多啊。呀，你贵吧。姐。我要红红萝卜。这红红萝卜我都看。姐，你多看。嗯。哎哎哎。嘿嘿。呀，你割的车养快啦。姐，刚刚医院拿手啊，所以领得快嘛。姐。呀，一个这个都叫月经月啊。什么月经呀？姐，吃嘛的。哦，养啊。哎，但是这么热啊。嗯，红萝卜多要用吗？好点。姐，红萝卜没有多好点的吃。哎，多要用嘛了。嗯。你啥都背完我的哇？对啊。你口吐吗？你放下把我们光吐出来了。光吐一发对吧？嗯，好闻不？咦，姐，啥玩意？你把鸡蛋也吃到不？你死我！嗯。冷毛腿了。嗯。我们要脱几下个？脱五点也行嘛。不脱多吗？哦。日多你们快上。这长江都还是不错的。你剥了出出一发地板也不脱吗？个？剥了。啊？一发地板搬干嘛来嘞？我吹好像有心一发地板嘞。我腿上面补了根一个钢腿，我溜我，你溜我啊！哎，你快点快点，巡演巡演，偷嘛！巡演巡演，我养快，养阿妹我也，眼睛不够不嘞？眼睛哪里啊？阿快不够，够啊！嗯，哎，哟，吃的大概，我们还这么散步，养好全身。完了，这是我去。你要不要别多摸我手一个？嗯。哎呀，也晒不好啊嘛了。杨家爷鬼搞过来想不来了，吹都往后吹。哎呦，师傅今天把我们这个橱柜做好，我们厨房就装修了差不多了。因为这个房子是爸爸93年建的，过去的10来年爸爸妈妈一直在老房子照顾奶奶，所以说我们新房也没怎么住，厨房也没怎么装修。然后现在大部分也住新房了嘛啊，然后就把东西都落实起来了，油烟机装起来了，橱柜弄起来了，然后就是。灶台也弄起来，到时候那师傅帮我们这里挖个坑挖个洞，再买个那种的嵌入式的那个灶台啊，就更好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洗水池没有弄，因为我们外面有洗水池嘛，就也比较方便的。然后这个地的话太滑了，要是洗菜水弄出来的话就容易摔倒，所以就没弄了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这橱柜门一坐啊，就看着好看多了，也整洁了。我们做这点厨房这么点东西啊，都请了3个师傅。这个整个框架是花岗岩的，大概花了1500块。这个是铝合金的板，大概花了1000块。然后还有那个吸油烟机，1500块。看看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啊。摸一把，姐。哟，全部做一把。对吧？做一把。姐，你房做好不？哦，他起码好呗。来了。姐，做一把，他做一把。姐嘞。你给他给啊。哦，还好嘛，这伢叫贵街多，没啦。啊，这贵街不嘞，这大爷伢的，够硬啊嘛。阿布，哎，拿去跟妈妈吃吧，挖地多热呀，今天很热的。你吃嘛，哇，我也吃一块。你跟妈妈拿去吃啊，这么多、啊，嗯，口还真的渴了。
了大青椒嘞，嘿嘿。哎，怎么还等你两样多嘞？鸡不能丢不？对对对，那些就丢弃了。不是，我们大嘞，我跟着月阳，我念到我爹，我也没有到多，你爹你帮丢哎。我也丢了吗？好嘛。我也蛋也过了，这个这个小小的。好的，都吃吃饭，哎，来来。嗯，我也给他吃，我拿来。给他吃半两，可能给他发些。所以等养多月以后吧，农、业也挺得行嘛。很爱吃凉快。嗯，那这个月本来稳当了嘛，不是稳嘛。有站稳了。哎。我半个月结了。半个月结。那专门有厂家有吧？哎，有啥？你老娘做不咋？没干上劲。就是这路爱无糖。嗯，来。好的。好嘞，哎，给他泡个豆包包叫你去接嘞。是吧？嗯，给来，房间里面来。我也卡紧。哈哈，你泡进来来。不要，刚一泡过来，你摸得好哎。泡个奶就香了嘛。啊？泡个奶。我们东门儿去，吃的以后泡个奶就摸。我这都是摸到，都吃到泡个奶摸的。哈哈。泡个奶不能喂。来来来来，辛苦吧啊。你快快嘛。帮我摸到点。泡个毛毛叫来。啊。我冇讲到好啲。嗯。哇，依家当然先讲到讲好啲。佢只要多一点嘛，再多一点嘛。我一点多系嘛。浓系嘛。嗯。嗯。哎呀，多一点嚟喎。翻翻冇啊。嗯。小何啊。嗯。点点冇叫嘢。老好吃啊，怪多看我面食啊。哈哈哈哈哈。谁话知道个？叫你爸爸爱老个螃蟹。姐。我吃，我懒惰。我等你那副讲话，你不要这个哈。嗯。蛮好吃的。爹，阿婆，你这样都搞得。把你个搞得往我里搞个样个老个。爸爸搞得不往我面前搞。好丢哎。